这家店，客栈老板推荐的，说吃烧烤，本地人在这边吃。啊，是这家吗？是同一家吗？哦，是要上去楼上吗？挺有意思的，在楼上。你怎么像包间？吃烧烤，啊，不是同一家，小店的感觉，很有那种家庭料理，那种感觉挺好的。是这吃吗？是打包的？这吃吧。哦哦，菜就这些啊，这就是牦牛肉、五花肉，还有个这盘是全部是我们自己弄的，都是招牌菜啊，盘子在这儿。鸡腿、中翅这些就是10元，然后其他的这些就是5元，也是5元。香肠是10元，香肠是自制的。这一排两肉蛋是4块，其他的就是3块。这个是1块钱一根，10块钱一把。这个是10块，这些都是3块。这一排这是2块，这个是3块，猪肉1块，2块，接着数。啊好。反正我也记不住，随便拿吧。你放心啊，交给这交，你放心，我得来数。牦牛肉，先来。这是什么牦牛肉？牦牛肉。牦牛肉。牦牛。啊，随便了。嗯，反正牛肉是对了。牦牛。牛吃多少？自己做的啊，自己做的我比较喜欢。那行，你怎么就做不来？痛要等你，痛嘛搞这样子的。要不要尝？来根尝吧，这是他家的。来一根试试看。啊，秀秀的。鸡巴塞，缩塞鸡。这个你要吗？不要。那我也来尝。瓜瓜瓜，小瓜，小瓜很好吃。来尝吧，我不想吃瓜。你看这边人，好惬意哈，嗑着瓜子，喝着茶。感觉无论去了哪，大家都是嗑着瓜子。好像是四川都是这样，喝茶嗑瓜子标配。嗯，打鸡蛋奶，原味是吧？嗯，我就喜欢原味。哇，你嗑瓜子好厉害啊！一只手，我要把它。嗑瓜子专业户。哎呀，你看我要这样。这个羊的哪会要比狗哪会？对呀，烤牛脑花。还讲？我们试一下牛脑花跟这个猪脑花有什么区别了？啊，叫一份。嗯。老板，老板来一个牛脑花。牛脑花没了。没了。嗯。真的。这两个菜留的太少了。哦，好吧。因为这里就是特产那个牦牛。嗯。最近可能客人疫情关系，整个路上感觉也没什么人。嗯。哎，这样悠闲嗑着瓜子好舒服，感觉脑袋放空。不用上班真好。大家都在广州努力的工作，然后我在四川悠哉的嗑着瓜子，看着风景。一年当中有几天这样子悠闲的日子真的是太好了。嗯，是呢。因为疫情已经3年没有出来了。嗯，应该白天都是呢。没有。哎，什么的是他？怎么搞了个日本人呢？想想什么？爸爸想吗？啊，麦茶。嗯。淡淡的啊，麦香味好好。嗯，好き。この味が美味しい。好き。这个没错。嗯。我觉得讲中文跟讲日语，我觉得就是两个人。讲潮汕话更是一种风味。对，讲潮汕话又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日语感觉，首先咱日语也不是那么的流畅，对吧？一个啊啊啊！那你那你得死，可怜可怜得死，就像小孩儿、嗯。那要不就要变得很，那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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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呢？做打有呢、嗯？可能是我们听那些习惯，就经常这么讲，就感觉啊有点做作。哇哦！哇！啊，它是炸过之后再烤的吗？这个、啊是有点不太一样。不是，你这边海拔高了的话，如果是烤熟。哦，这样的。嗯，你这边面条都要用高压锅压。嗯。不用说了吧，好吃。五花肉。嗯。嗯，不错。
炸的烧烤，第一次吃这种炸过的烧烤，然后再烤的。你不解释一下为什么先用炸然后再烤吗？你还想看解释过不是吗？啊，好吃，好吃吧？嗯，好吃。牦牛肉好吃吗？嗯，这不管是牛肉。嗯，脆脆的，好香。你吃一下这个牦牛肉。嗯，好什么？嗯，炸排骨。嗯，比昨天那家的牛肉好吃多了，不是那个串串。嗯，太小了，吃不出是牛肉。嗯，好吃哦。お肉の味、お肉。太香了。试一下他们。No, 自家製ソーセージ。好吃，有很符合我们广东人的口味哦，甜甜的，然后又是微辣，然后又很脆，很香，肥瘦相间，不会很腻。这个十块钱一个，四个，四个。不过很好吃，值吧，好吃就不贵，好吃的东西都是贵，都是值得的，不好吃再便宜都是贵的。阿姨，嗯，这边现在怎么这么安静啊？六点吗？一般本地人他要在十点过的时候，然后游客的话呢是七点过，你们都来的比较早，还有早的就是四点过，吃了就走了，昨天在这吃的，今天吃了回成都了。怪不得刚刚方桥都玩了出来，昨天晚上再吃的觉得味道好吃了，回成都再来吃一顿，是好好吃啊，谢谢。嗯，真的好吃。嗯，好吃就多吃点。我想试一下这个韭菜跟金针菇。嗯，金针菇好好吃。好吃吗？好吃啊。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魔芋。这上面是什么？菜脯干。哦，感觉像是，有点像潮汕菜脯干。嗯嗯，它一定要加菜脯干，不然它没有味道。嗯，吃完啦。我觉得最好吃就是那个牛肉，还有那个蘑菇，还有金针菇。我觉得这个牛肉真好吃。对，牛还有那个猪肉。猪肉，对，一开始吃的猪肉脆脆也很好吃。就那两个。哎呀，毕竟来这种地方肯定是吃牛肉啊。味道我觉得也还行，我觉得不错。反正我应该有几年没吃过烧烤的，我是觉得好吃的。你这个经常吃的觉得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就这店的烧烤整体做的感觉。我觉得其实广州也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哦，对，但是它就是广州吃不到这么好吃的牛肉。对。我们现在来估一下价格。80。80。60。好。买单。68。68。买单。我又赢了，看到。68。68。反正我比较接近，但是我觉得真的也不是很饱，就是我对我来说应该是8分饱，差不多。因为他说在高原这边也不能吃太饱，因为很容易有高原反应，所以我觉得也刚刚好，还是实在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在民宿，这里刚好有一个吉他，所以我特别特别想听我的好朋友 Yuka 给我弹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是怎么样的。能不录吗？开始你的表演。要录，难得。那个，你弹首歌给我听，而且免费的，收不收费啊？我很想收费的。
是相信你爱如大海永不止息，全界上真然美丽，却是被我所吸引。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歌曲？哎，这首歌是一首基督教里面的歌，然后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无论在什么时候，上帝都是非常爱我们的。然后就是虽然我们看我们自己是很软弱的，但是他却给我们无限的力量。对，我就觉得教会的这些歌就是比对真的很好听，很美。虽然我听不懂你唱的是啥，虽然是中文的对吗？对啊，但是我听不懂，但是那个调很好，也很好听。吉娜咪咪，Yuka san是基督教徒。是的。多少年了？我是第四代了，就是从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开始，我们就是信仰基督教的。对。今日の動画はここまでです。このチャンネル面白かったら高評価とシュプセンス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では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バイバイ。